老板的账号呢，有145级化生寺，153级的神木林，143级的龙宫和150级的大唐官府。你知不知道在同一个服务器的四个角色是不能同时登录的？能说出你的故事吗，大哥？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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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然后接下来就是297，然后是295啊，就是292、293的比较多。285呢算是一个分水岭，它能比非专用的极限要好。非专用的极限的话大概是260加蓝字儿，蓝字儿的话 1.1 的法术暴击几率乘以一个通过零式转换 17.5 再加260相当于279，非专用的极限差不多279，它是285再减去8，神木林相当于277，反正肯定是神量啊。我操，武器伤害白板干了个654，这得是525的原神打出来的，526的原神，654除以526，526的原神还得包 1.24 呢啊，610，哎呦我去兄弟，这把武器命中要710起飞了，710除以3加640啊，再加 133.33，对不对，你再加个45乘以 0.57 啊，这两把武器出专用，大哥现在都别墅靠海了。我操，我要举报，这个项链和那把武器是一个老板在一个角色的同一个服务器鉴定出来的啊！这个大堂最大的遗憾是看不见那个龙宫。这大哥，大哥你刷了多少钱的160军火呀？我靠，这个扇子，这个扇子真的屌啊！这个扇子太屌了，这个扇子，扇子咱们说过了，扇子就按枪算就行了，不能按剑算啊！我见过这把武器，但是我不知道它是这个老板的啊。刚才那个叫米九亿，这个也叫米九亿啊。就他这个不磨，你藏宝阁是找不到比价的。